1993年，由创办人杨志伟老师成立 YANG 生涯发展中心，并于同年开办第一届全国大专生潜能发展训练营。1994年，成立 EMC 精英管理委员会。2000年，举办公益活动第一届大学新鲜人领航营。2000年，全国大专生潜能发展训练营于桃园正式开课。2001年，全国大专生潜能发展训练营于新竹正式开课。2001年，全国大专生潜能发展训练营于台中正式开课。2001年，通过内政部审核，正式成立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大专生涯发展协会。2002年，成立 HP 生涯希望工程学院以及 BEST 蝙蝠教育服务团队。2003年， YANG 生涯发展中心更名为 YANG 青年人才培育学院，营队名称正式更名为大专生企业人才培训营。2004年，扩大举办公益活动大学新鲜人领航营。2006年1月，台中大专生企业人才培训营课程改至科博馆上课。2006年3月，正式成立中部台中分会办公室。我们预计在2008年成立生涯教育发展基金会，并且培养500名大专青年志工。2009年，成立高雄分会办公室。2010年，举办100场次有关生命竞争力的公益教育或训练活动。2015年，生涯大学正式成立，为台湾培养10万个优秀大专青年。2020年，生涯大学迈向国际。Thank you.
Thank you.